各位乡亲，过去的48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中国或者说全球单一工厂人数最大规模的30万人的郑州富士康，可谓是秒秒惊破，步步惊心。那么几千几万或者说好几万这个数字不详啊，这富士康的员工啊和警察、武警、特警上演了一场战斗级别的大混战。这曹哥啊大概收集了70个视频，有工作量很大，希望以纪录片的方式来展现这一场继8964之后和香港300万人抗争沦陷之后，中国在2022年年底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那么作为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大陆最大的苹果代工厂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血汗工厂之一，郑州富士康的暴动啊已经引起了英国最大最权威的媒体 BBC 的关注。陶哥预测啊，在未来的一周也必将引起全球全世界的关注。陶哥预言，郑州富士康的暴动是中共放逐全球、中国清零地、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封控3年之后中国最大的黑天鹅事件。那么过去的48小时，也就是11月22到11月232天2夜，到今天24号，陶根全记录节目上线的这个傍晚，大概北京时间6点钟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的焦点啊已经转移到了河南郑州。那么确切的说，是郑州新郑空港起码50平方公里的这个经济开发区。那么这是中国90和00后的大力神杯，它展现了中国封控3年之后井喷式的国民压抑的愤怒的大爆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什么。如果各位想知道它的结局的话，可以命名为富士康杯。这个杯啊是悲剧的，因为最新消息是什么呀，中共暴政已经调集了河南洛阳、开封、驻马店、新乡、许昌等郑州周边的这个武警特警啊，规模可能是几千也可能是上万的这个军警啊，包围了富士康。那么自11月23号夜晚之后，这个已经区域断网。因为啊，陶根这一节目上线，已经没有最新的视频和消息传出。各位，没有消息，可能就是最坏的消息。这么凶猛！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上万武警特警是什么装备？这可能是一场中共歼灭老百姓、打江山、打人民的铭记史册的一个大战役。那么著名的这个国共会战的这个长春围城啊，也只不过是30万人，那富士康的一个工厂就30万人。各位，那么郑州富士康万人暴动的这个起因啊，是接续上次富士康10万人这个封控大逃亡之后啊，这个血汗这个苹果工厂啊大缺工。那么作为郑州出口占86%甚至90%的这个一家独大的这个郑州富士康啊，它就占了整个河南省的什么一半的出口，占了郑州的90%的出口，就是一家工厂。所以呢，这个河南省啊就用了这个行政的一个手段，在全省大招工，这个啊分配下去，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甚至每个村要招多少人，让他大缺工啊，就没法办了。那这还不够，又在周边的什么河北啊、陕西啊、山西啊、山东等省，通过中介大招工啊，并许以重金呢。大白大他妈的给抓走了，因为是临近这个年底嘛，这个年关春节，可能啊回乡的这个90后、60后啊都不愿意再出来打工了，所以只能等明年开春啊，明年再说了。因此呢，这个富士康许诺啊，只干半个月，这个一天呢顶2天，啊就干半个月发1个月的工资。并且呢额外每人再奖励3000元。所以呢你想一下啊，这样干半个月就有上万块钱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诱人的。那么迅速的在河南各地
及其周边的这个省份啊，招了大批的，估计有上万计或者几万计的这个工人。那么暴动的起因呢，也是郑州富士康单方毁约啊，加码引起的。那么据爆料啊，新进的几万员工，这是暴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就是进了厂之后才被告知啊，本来说干半个月就拿一个月工资，然后给3000块钱啊，上万就可以过年去了。你进了厂之后就告诉你，你必须得干够3个月，然后这个3000块钱的奖金呢，到明年3月15号才发给你。再加上呢，这一段时间啊，郑州在严密的风控，郑州这个富士康啊是疫情爆发严密风控的一个重点区域，动不动就要风控好几天，然后静默，就这几万人几十万人啊，在宿舍里边这个狭小空间啊，吃了上顿没下顿，也缺医少药。所以这批呢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这个受骗上当啊，你进来又出不去啊，进监狱工厂的这种感觉。于是呢，这个22号开始啊，就有大规模的抗争活动。那么到22号这个半夜，就形成了警民的一个大冲突。这个警方啊，就使用了这个催泪瓦斯，那么工人呢，就用了灭火器，就互干。这个局势啊，完全失控，啊，失了这个共产党暴政的控。因为这个富士康它有几十个居住区，因为它很大，几十万人，每个居住园区啊和工厂都相连。然后它是分区的，所以说呢，到23号早晨呢，各区啊纷纷响应，到底有多少人？反正他有30万人，啊，新进的有几万人，纷纷响应开始维权。那么下面是什么呀？就是啊，各区的啊推倒警车，啊砸烂核酸亭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瞧一瞧啊。第一次砸不烂，第二次砸换人来砸。好家伙，然后终于把那核酸亭了砸一大空，就群情激愤啊，就是大家都上街，都开始啊高喊。然后呢接着就是什么呀，就更激烈了，护栏也掀了，然后就拿着从窗户门上拆下了那个角钢还是什么这种不锈钢铝窗的这种刑台啊，就开始啊和白卫兵啊大作一团，这个场面啊十分之壮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视频显示啊，这个富士康的勇士啊可能被打退，警察这个白鬼子啊又重新扑过来，然后这个富士康那个勇士呢又把他们打退，可能有上百次这种冲锋打退这种过程啊，可就是这个啊群情激愤啊，风起云涌，大作一团啊，不分你我，就是混战一切啊。然后呢，这个河南省啊，他的暴政啊，眼看就说这个局面失控。然后呢就采取了两种手段，那一方面呢就是用金钱维稳，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全省四处调兵。这个金钱维稳是什么呢？就是许诺啊不想干的可以回家，发多少钱呢？发10000块钱啊，先给8000啊，你刷了上车回家那个码，你上车了再等你2000。所以这个政府维稳的这一次骚操作呢，郭首富啊，郭台铭也不知道失血失了多少，可能是战无法统计。但是呢，因为这个工人呢，这个勇士们啊，马上就发现不对，有些就是说先转到钱的人呢，这个码立刻变红了，你就寸步难行，你也出不去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收到钱的这个员工啊，这个银行卡同时被冻结了，这个钱给冻结了啊。实际上你是没法花的，实际上这笔钱可能是永远冻结的，这是一个骚操作。这可能是啊，这个河南省政府暴政啊，就是和这个郭首富共同编的一个阴谋诡计啊，就是骗工人的。然后哎，你有钱给你冻住了，你还不能跑，你还接着给我干活。那么你设想一下，这次啊引起更大规模更激烈的啊这个大暴动啊，就是大家发现哎，这个收到钱呢根本就不能用，或者说他妈的红码又出不去了。所以呢就是有勇士扬言啊，群情激昂要冲击河南省的最高权力机关河南省政府，因为好像那富士康离这个省政府还有50公里还挺远的，在机场那边。所以呢在22号到23号这个期间啊，尽管有微博啊微信啊抖音啊快手啊这种啊不停的这个发帖，因为官方是不敢报道，那么你挡不住几万人几十万人都自媒体都群情这个啊海军都发帖啊，
啊，删帖发，删帖发，所以这个事情呢，迅速的传遍了全场，甚至呢，夺了世界杯的眼球，成为起码啊，全球中文圈这个关注的焦点，刷了屏。那么接下来传出的画面是延绵几公里、数公里的警车和大轿子车，那种警车呀，啊，大公共汽车那种警车，拉人的，拉武警的。那仅从这个视频的一个方向看呀，大江山、大人民这种恶棍啊，在高速公路上，他们延绵几公里啊，这个警车啊，在黄昏时候晚上闪烁，大堵车，大家估计估计有多少人是上千还是上万，就是从一个方向和各种方向过来的，全省来支援的，什么郑州周边的这个城市，什么洛阳啊，什么许昌啊这种地方。所以，各位，瞧瞧吧，啊，这个高速啊，往富士康到底发了多少兵，各位就估计不得而知。那么接下来的画面就是富士康勇士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画面，被暴打的画面。各位可以想象，这上万武警啊，几万武警和几万这个手无寸铁的这个啊，或者有个棒子的，有个东西的，他用催泪瓦斯，他用橡皮子弹，是听出了哒哒哒哒这种枪声，到底是这个催泪瓦斯还是他妈的子弹？这个现在还看不清楚啊，因为晚上的画面也太模糊。各位乡亲，只有凭想象去想现在24号白天晚上的富士康的整个的一个30万人的这个血汗工厂里边是一个什么惨绝人寰的画面，各位去推测，各位去想，只有各位去想象。那么各位，为传播这次富士康的这个真相啊，刨根这个视频啊肯定说被油管黄标，黄标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视频啊限制你的流量，甚至你挣不到一分钱。所以呢，请各位相信啊，点赞、留言、转发，就是陶哥可能是收集了70-80个视频最全的，陶哥问点啊，让更多的人看见。谢谢您。那还可以呢，通过视频下方的这个超级感谢这个按钮呢打赏1.99美金，谢谢您。那么，到本期视频这个发布的时候啊，就是今天24号啊，北京时间下午6点，估计啊能传上去，因为视频比较多，然后要整理，要把它编辑。这个目前这个富士康的情形啊，可能是已经断网了，因为几万警力已经围城了啊，可能也得不到更多的更新的画面。如果有更新的画面，我们会在编辑的过程中，就是把它及时的这个更新。所以呢，各位乡亲，您呢只有凭想象来推演，这次围剿郑州富士康勇士啊，不亚于国共之战的这个长春围城的这个战役啊，几十万人啊，30万人的围城啊。然后呢，再次感谢各位的点赞、留言和转发。那么后续更多的消息，刨根呢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呈现。感谢全球刨哥的观众，那么也祝各位这个感恩节呢有吃有喝，谢谢。